好，我们看例题时，三个数字呈等差数列，要求实数 A 的值。那既然是等差的话，那表示后项减去前项会等于后项减去前项，所以就可以利用呢 A 减2去扣掉 3A 加1，它应该要等于负 2A 减10来去扣掉 A 减2吧。那我们做一下整理齁，来 A 减2把括弧拆开，减 3A 减1，负 2A 减10减 A 加2，做一下整理，左边是负 2A 减3，右边是负 3A 减8。做一下在最后的整理齁，这个移过来，这个移过去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 呢会等于负8加3，就是负5齁，这个是例题10。